最嘉宾这样子，贪吃的。对，他是最贪吃的那一只，但是我们没有饿到他哦，他都是吃饱饭才出来的。加高一点，阿伯阿伯加高一点，加高一点，你放在上面一点，加高一点，对对对，站起来，对，有了有了，他看到了，对，好，他过来了，来了来了，会打架吗？哦，有声音，对，像是之前有客人啊，就会被这一只吼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客人都会喂食动作太慢，好棒啊，喂太慢了，太急，对。你的手哇，他的嘴，他的嘴真的超大的，再更高一点，更多，对，两只放两只中间，那里有一只新的要喂他，有一只新的，哦，他那个吼吼吼吼的声音，哇，他是在胸口的那一只。那他们为什么会开过来？因为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巡逻员大哥，他是饲养员大哥哦，他要来看一下他的狮子在干嘛哦，对，哇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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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哇塞，这个他们其实体型啊比老虎还要小哦，对，它其实蛮瘦的，它都对，他们走前面是蓬蓬的，来我们。